老铁们，刚出锅大肘子啊，捞一个看怎么样。嗯啊，没劲了。嗯，等会儿。啊，真香啊！我也想吃一口。有点烫。还让我喝热豆浆，我寻思你吃鱿鱼呢，都吃饺子呢。脱骨了。到底是喂菜还是不喂菜？都吃饺子呢，大姐，妈。我能吃了这个豆浆吗？再放凉就不好吃了，其实。老公，那个豆角快凉了都。哪一个？这个。